凡唐门弟子，不得大意轻敌，不得惹是生非，不得恃强凌弱。选择更多按钮，打开唐门心法，点击心法栏位，选择一本心法，点击装备，点击返回，返回主界面。起床了，放心，现在先去旅行魂师行长那里集合，准备出发吧。是老师叫的。那么接近西光丛林那边树木茂盛，如果用跳跳菇不太安全，所以需要用到我的第二魂技。哇，变成鹿奔跑的感觉好像也不错。你们的脚在我眼睛晃来晃去，我眼睛都要花了。西光丛林里也有不少魂兽栖居，虽然大部分都是小型魂兽，却也有超过百年的。另外，丛林里地形复杂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拖大家后腿的。哼，我小五姐马上就要大显身手了。看来这次猎户，作为一个，现在清点一下身上的物品，准备出发吧。查看添加药水列表，装备药水后在战斗中就能快速使用。大家小心跟着我。是跳跳菇，我先过去，后面的人跟上。是人面魔蛛幼蛛，大家小心。
路被蜘蛛网堵住了，我们可以用火焰烧出一条路来。好大的人面魔蛛，看来他就是这次猎魂的目标了，快追！这个蛋看起来黏糊糊的，好恶心。大家跟着我走，别靠近那些蛋。前路被枯树拦住了，得先把枯树砍断才行。悬崖的上面还有路，得想办法上去才行。原来跳跳菇在灌木丛里，大家跟上。金卡好像觉得这个家伙更大了。我才不怕呢，别忘了我们身边有这么多同伴。没错，我们是一个团队，只要通力配合就一定能赢。这个大家伙好像还挺凶的。人面魔蛛的毒素和蛛网都很难缠，大家务必小心应对，不要掉以轻心。吸收你的第二枚魂环，赶紧吸收完魂环离开这里吧。快速装备魂环，顺利获得，以你的实力通过毕业考试应该不成问题，加油吧，我会等着你的好消息。毕业考试，真羡慕你这么快就能取得参加毕业考试的资格。安静，现在请各位考生有在考核中击败所有对手即可通过，请考生做好准备，考试马上开始。这场考核除了测试魂力以外，还会考察对魂师间对战的理解。治疗系魂师能提升队友生存能力，是首要击败目标，切记。不愧是大师看好的学生，确实非常优秀。很好，你最后的对手是沈月老师。
使出你的全力吧。干得不错，这场考核你顺利通过了。这么快就通过，现在接下来是毕业典礼，院长会亲自为你们颁发毕业证书。其中你们的表现，现在我来为你们颁发毕业证书，愿你们向着魂师的巅峰攀登时，这里能够成为你们。恭喜你们，看来这些历有奖励还有惊喜。走走走，我们现在就去历练吧。选择斗罗之路，领取奖励，领取奖励，前往强化魂环。前往强化魂环，选择第一个魂环，这里可以前往魂强化你的魂环，获得更强大的技能效果。这么快就，我说过，从那听上史莱，所以我已经提前跟波尔德小姐打好招呼，让她送你们过去。等你们准备好要出发的时候，直接去找她就好。你们来了，飞过去，待会儿你就知道。已经准备好了吗？那么，奇妙的旅行就要开始了。哇，感觉像鸟一样，飞得又高又快。听说索托城很繁华，物产也多。物产多，那一定有不少好吃的吧？前面就是诺丁城边境，越过边境就是索托城的地界了。索托城，这家酒店看着很不错，今晚我们。抱歉，本店仅剩的一间房已经有客人预定了。哎，不是没有人住吗？为什么不能给我们？哪儿来的不开眼的，敢占我戴沐白的房间，滚开。你才该滚开，明明是我们先来的。有意思，狠话都放了，你们的身手可别让我失望。
不错嘛，看来史莱克学院要多几个新面孔了。你是史莱克学院的人？没错，房间就让给你们了，以后遇到麻烦报我邪眸白虎戴沐白的名字。选择更多按钮，打开魂卡功能，选择要镶嵌的卡，镶嵌这张魂卡，继续完成主线任务，可以收集更多的魂卡。戴沐，切，真是个怪人。别管他了，我们快去酒店休息吧。那个戴沐能培养出这样？好吧，既然小三这么说，那我们就去瞧瞧好了。史莱克学院位于索托城西南方向，离这里还挺远的。唉，赶路什么的最讨厌了。几位是打算去？不过那还秘籍，那么就请你们挑选一个喜欢的坐骑吧。这是你们的秘籍，祝你们好。我也觉得，不过这坐骑的确是不错的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还是快些去史莱克学院报道吧。你不要再缠着我了，我们真的不合适。翠花，你别这样，我对你不好吗？住手！小小年纪不学好，在这里骚扰女孩子。哪来的小妞？你少来管我的事情。邪火的影响，既然误会澄清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走了，胖子，别在这里磨蹭了。12岁，魂力超过25级，这怎么可能？就是，还不给退报名费，明摆着坑人！你们听好了，史莱克学院只收怪物，不收普通人。不，就来跟我练练。六个魂环，这老头居然是魂帝。报名的话，就先把魂环亮出来。今年
居然有三个合适的苗子，不错不错。木，请稍等。我也来试试。